Okay, let's begin. Okay, you there, black? He 油画颜料放在这里面。Yeah, okay. 2 pint, but I use the another bottle though. 用另外一个瓶子，但是实际上它是那个稀释液，油画稀释液。 调均匀，谁？块，它是成块的，没关系，稀释液一下就可以把它稀释了。 这首诗，名字叫做《较量》，把这首诗呢，把它写在这个画上面，很有难度，因为这个油画颜料跟墨不一样，而且这个纸面那个画面布面跟那个纸也不一样。 用这个毛笔来写，这还有点舍不得这只毛笔，把它搞坏了，怎么办？好的，没问题。来，这太亮了，把它调一下色，好多了。好吧，就上我们开始吧。 那OK，goo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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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好的，开始了啊，开始了。 暂停一下啊。